特地不舒服，我特地不舒服。我看到两架飞碟叠在一起啊，两架飞碟叠在一起，一个飞碟上面还有一个飞碟啊，一个飞碟上面还有一个飞碟啊。哎，我让你看一下了啊，两个飞碟叠在一起啊，好像双层的。一个飞碟，上面还有个飞碟啊。一个飞碟上面还有一个飞碟啊，这为什么是两个铁头？我们看一下一个飞碟，一个飞碟上面还接了一个飞碟啊，还接了一个飞碟原来啊，原来啊，现在送上了一个核电厂啊，有点问题啊，有点问题，有点问题，能够用，但有点问题，所以呢，准备把这个核电厂啊送到飞碟里边以后啊，送到飞碟里边以后啊，然后上面一个飞碟给下面那个飞碟抽气啊，让下面形成负压，形成负压。形成负压以后呢，由于那个核电厂有问题啊，释放出来的核物质之类呢，在这种负压下呢，就把它不往外面扩散啊，只在肺里里边，不让他们扩散出去啊，是这个，是这个意思，这个负压也许不是真正的负压，也许类比让我们明白这个意思，也许啊，两个意思都在里边，一个真正性，一个负压啊。另外呢，还有一个特殊的一个情况呢，一般地球人搞不明白，所以呢，也用负压来类比啊，就比较容易理解啊，是这么一回事啊。反正就是要，目的是为了防止核物质的扩散啊。扩散出去，因为有点省，本来核电厂有点问题啊，然后外星人给补救一下子，是这么回事，好，再见。